小的时候，我跟我弟爷爷学过一些满族语言，我想试试。志向不错，但是这件事情做起来很有难度。你回去把相关材料准备一下，拿给我看看。好，那我现在准备去准备一下。好。亲爱的，什么事这么开心？今天学校推出了满语课堂的计划。满语？嗯，校长都已经同意我整理资料了。是吗？那咱们应该庆祝一下。服务员，怎么样？今天上班累不累？还行吧，就是班级里有几个学生。孙女真聪明，一讲就会。娟儿啊，记住了，满族是咱中国非常优秀的民族，他建立了大清王朝，开创了太平盛世，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不但有满语，还有满族文字。我知道俺们去日本玩的。哟，这你也知道啊，真不简单。可惜呀、啊。现在都失传了，像爷爷这个年龄啊，会的不多。等我们这茬也没了，这些文化遗产也就消失了。要想恢复啊，哎，这就太难了。请进。校长，这是我整理的资料，您看一下。好。资料准备得很好，有操作性。我们在运作的过程中，如果有困难，可以请教子瑜老师。他虽然退休，但是他在传承和抢救满族文化方面有造诣。我知道他贡献卓著，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啊！今后的校学能有更上学校，会大力支持你。好，谢谢校长。好，那我忙去了。好。局长，喜讯呢？人选有了。塔西布西在问。很好，再来一遍。塔西布西在问。塔西
就纳了闷了，这好么生生的学什么满语啊，这全国是不是也找不出来第二份啊？就是高考也不给加分，学它干什么？就是有那几天学它外语多实惠呀。明天呢我也把孩子领回去，我就不让他跟着学了。就是高考也不给加分，学它干什么？就是觉得学不学都无所谓。满语教的怎么样了？还行吧，刚一开始也没什么经验。外四开头难，慢慢来。好。卡七不西塞问。寻找一种简单的办法，你比如满语单词拆分开了，这样学生掌握它的拼写规律和规则，学起来就容易掌握和记，你看这样好。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真是一个好主意。这样校长，我回去着手准备一下。好。是约好向他请教满语了。好吧。喂，
你好，你好，王总。啊，是我。听说你对满族文化很感兴趣，江源三中现在设了一个满族学堂，目前有点困难，您看能不能帮帮忙？市西域的事情差不多就要定下来了。我不想去了。不去了？就为了你的满族课堂？他们需要我，你理解我一下好吗？我真理解不了。就为了你那个满族课堂，这种好事你就放弃吧。而且从你教了这个满语以后，我感觉我们之间越来越疏远，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我。没有，最近我那些学生他们，我们分手吧。现在省内省外包括一些国外的马语向往人士都纷纷要求来山东学习，气情诚恳，不好拒绝。这太好了，得热烈欢迎呀。但是这个办班的最好时机就是寒假和暑假，就是就要占用你的休假时间。我一个普通老师难得争取到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我没问题。看看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你就尽管说。困难和要求就是我要回去好好的复习一下相关的知识，不能给咱们三中，不能给咱们区多点。还有其他别的没有？别的
so 熟悉的呢，佛罗和大半千比安巴那一祝贺过那佛罗文的心恩格里阿林的伊拉卡拉卡你生长在高山之巅，扎根在乱世风间，大地还没完全解脱，你却早已开满山峦。江山